王者荣耀盘古半生皮肤什么样，怎么获得盘古半生皮肤特效。王者荣耀接下来要推出新英雄盘古半生皮肤图片都已经公布了，作为免费新英雄，大家肯定非常期待的。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分析一下，上面只是盘古半生皮肤的图片，盘古这款半生皮肤售价是288点券，这是新英雄首个皮肤的统一价格了，老司机都懂。王者荣耀盘古免费获得方法，每日登录游戏可获得三个盘古碎片，集齐20个就可以免费的换盘古哦，也就是说连续7天登录就可以获得这个新英雄了。好了，关于王者荣耀盘古半生皮肤图片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仅供参考哦。王者荣耀盘古半